对酒当个人生几何。实际上就你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焦虑的时候，可能你会借酒消愁啊什么的，这种可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状态。但呢，喝完酒之后呢，人又很大胆，你就敢于抒发自己的感情了，抒发自己的情感，然后就跳舞啊唱歌。所以呢，我就创作了这一组。实际上这个场景不一定存在，但是我是用现代人的思维，然后加入这个古代人所想象的，就是我想象的就是古代人的这么一个场面，去表达当下人的一种思维嘛。